来到本次的鲜货报报，我是第一次出现的小编吉利的真子招财进宝哈吉梅马斯特。那我们现在人所在就是新北板桥，那我们今天要来体验的就是板桥恐怖学院。东京恐怖学院，我已经很久没有去鬼屋了。就我上次去鬼屋的时候，还是我3岁的时候，这个记忆对我来说非常的模糊跟遥远。然后我也不知道我这次能不能完美的达成任务，还是会被吓得半死。究竟这个东京恐怖学院到底会怎么样呢？那我们就一起去瞧瞧吧 ，Go Go！那我已经拿到门票了，那我已经现在已经在那个东京恐怖学院的门口。那现场刚刚呢是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， 那我自己也觉得还蛮 surprise 的。听说这个学院的背景呢，它是以一个鬼屋记为背景，然后是阐述一个转校生来到这个学院之后发生的事情。那听说都非常的精彩，那我们就一起期待吧。哎，那个。我觉得有点害怕，因为我已经感受到那种毛毛的氛围。你们要不要跟我一起走？你好啊，拜托嘛，自己拿 GoPro 走。不要不要不要，拜托嘛，拜托嘛。我不要，我不要啦，我不要不要。哎呀，你很害怕吗？我走。还是我换位置，就你们两个在前面。不，别别别，走前面，前面。那你到前面，你到前面，真的不行，真的不行，真的不行。你到前面，真的、啊、真的、啊。不会啊。你到前面呐、啊。太可怕了。那我们欢迎这是东京恐怖学院的行销公关孟欣。欢迎欢迎，我是东京恐怖学院孟欣。这是东京恐怖学院，它的主题还有特色是什么？我们东京恐怖学院鬼屋，它今年的主题叫做转校生，有一个新的转学生到了学校里面之后，跟周遭的朋友发生的一些冲突跟故事为起点，这样子。有没有在来鬼屋的这么多民众当中，有没有看到你觉得特别有趣的反应，或者是印象特别深刻的反应？通常进去之前，大家的队伍都是非常整齐的，真的就是一列这样排队的队伍。那可是实际上，我觉得蛮有趣的状况是看到就是客人
出来之后，那个队伍全部乱掉，有时候可能就是变成一坨。那本来一条线，后来就变成一团，那边的挤在一起，对，那表示大家可能真的有感受到什么，所以大家很紧张，跟朋友绑着，紧紧的绑在一起。那其实我觉得在鬼屋里面，你一定会很紧张，刚开始一定是很紧张的，那你会尖叫，在里面其实你会不顾一切的大声尖叫，尖叫完释放你。平常生活的压力，或者是工作的压力，或者是课业压力也好，尖叫释放完之后，你会得到一个放松。那我觉得你出来也是开心的。排行榜前面最高的就是学生证，东京恐怖学院专属的学生证，然后跟这个校徽。那校徽就是当然是一个学校的代表。你购买了学生证之后，凭这个学生证是有优惠的。我们这个图案其实不是每一张都一样的哦。这个照片是可以放本人的照片吗？你可以自己贴上去，你可以自己加工。所以目前我们最热卖的前两名就是学生证跟校徽。那经过这一次的体验之后呢，那就是欢迎大家来挑战，尤其你是对于恐怖爱好者来说的话，那就是来挑战的话是个很好的选择。那我们先破包包，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蔡小姐，你还好吧？这展真的太恐怖了，不要再叫我来了，星星好，我都已经快变成卡黑了。那你真的需要星星好，关键定补充一下灵活元素 NSM 有机硫化物、软骨素、二型胶原蛋白、草本良方接骨木、金骨草、猫爪藤等超强配方，让你灵活敏捷不卡卡。星星好，关键定，让你无痛追赶跑跳碰。